大家好，我是九九，今天我准备做一个鸳鸯鸽子来吃，一个10块钱，两个20块钱。给它洗干净一下。哇，还有什么骨折？看这里面还有很多玉米粒，这吃玉米的，还有吃麦子，这个小麦。啊，洗干净了。哇，这个肉质好嫩的，轻轻切就下来了，都不用砍刀的。最后一个了，砍完了，准备一块姜，腌制一下，再加一点盐，已经加了葱和姜了，加点米酒，拌均匀一下，锅中加点油，这个香料要不要夹出来，加一点生粉，多加一点，下油中，先给它捞出来，大蒜粒改一下刀，红辣椒、蒜子，还有姜片、花椒。加一点的盐，下锅中，切花椒叶，可以了。可以吃饭了啊！闻到香味了。掉了，米酒，你这边比我还吃得快。这个你吃不来，
实我吃的菜呢，就是地里走的，水里游的。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呢，是空中飞的，加了生粉腌制以后呢，做出来呢是里嫩外香，非常美味。我的米酒也爱吃，酒酒也爱吃。好了，我要洗手了啊，别玩了。